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七位台裁判员耿威，技术裁判员赵爽，运动员刘洋、严建国。下面比赛开始。请双选手争夺超级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严建国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大家收看下午3:20这个时段的直播，是由现在画面上的刘洋对阵严建博，陪同您一起欣赏的还是张庆勇老师。刘哥你好。刘洋你好，各位观众好。这场比赛大家还是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啊，可以扫描二维码，到一会儿会给大家这个二维码的样子啊，就是这个。这场比赛的关键词还是中式八球网，如果您中奖的话，有机会获得还是纪念版球杆、海塞、店小二，还有一样东西啊，是今天新加的，是中式八球网纪念品官方微店的这个优惠券。开球失机。一上来就失机了。可以选择向台面继续击打。所以说啊，这个失机这个规则对于我们有利于进攻这种，就是说攻击欣赏性方面来看是好。因为你老想防守式的开球，不给对方机会，那么你就要失机，你失机对方就有机会去清理。其实八球这个项目一定程度上是提倡进攻多一点。是的，如果是我感觉我不太打得过对手，然后我就这样小力开球，好像并不是说不公平啊，就是不太适合项目本身的发展。是的。好的，我们接着来观看啊。目前是刘洋在场上击球，七号底带打进，自然叫到了四号球。但四号球左边的这个带是被挡住了，应该是六号吗？可以打六号中带啊，六号中带这个角度如果允许的话啊，还是要还是想打一，想拼一个啊。这连薄带 K 吧。K 的话最好是向九号附近。不要可以单色球，对，好效果，但是球没有打进啊。这样的话，严建博啊有一杆机会，这杆打边库下面的这一颗应该是边库的是13，靠画面右边的是12，找机会去要把12号去 K 一下，或者是怎么样啊？一定要把这个12号处理一下，不然的话这边12号。单下左下角底带的话是没有进攻线了。他现在打的这个是12，被 K 的是13吧？你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哈？对，反正就是差不多啊，应该是打的是13啊，10秒。这两个颜色在我们显示器上就是监视器上去看啊，颜色非常靠，比较接近。延时。在一部分画面上没事，在有的时候就有事。是的。13号球底带。尤其是花色的白色都比较靠上的时候，这杆打得不好啊。这样的话，翻带也是没有，而且另外的花色球也是被做上了障碍。得防守啊！看一下这杆啊，远台打进白球，自然向上去弹回来，
带出这个位置的话，四号应该是有下。看一下刘洋啊，打完四之后的一个走位的一个选择。四号球抵蛋，四号球打进啊，三号球在左边的中袋应该是有下。哎，嗯，这样可能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碍眼，他下了一些低搓的杆法啊，但是这个球先碰到了另外一颗单色球。不过这杆啊，力度还是说比较大，控制的不是很好。这样的话，为下一杆走位就带来一定的难度。十五号球中袋。轻推打进。这个想法啊。还是说不是特别合理。那刚才这一杆，如果你小推的话，推到白球，白球向屏幕下方，你基本上就是很没有什么太好进攻的一个方向，不如绕球台上去。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轻推啊。这样的话走位也没有走好啊，远台拼进攻出问题了，现在机会又回到了刘洋手里，看一下刘洋如何利用这个四号或者是六号找机会去 K 一下粘连的两颗单色球。他有在看啊，应该三号在右下角底带应该是有下啊，六号打进啊，自然就走到了三号右下角底带。哎，还是要 K 啊。三叫八啊，控制好力度。八号球皮带。第一局刘洋胜，比分1-0。第二局刘洋开球。第二局啊，看一下刘洋的冲球。冲球没球进啊，换到了严建博上场击球。开球失机。同样还是一个失机啊。花色球可能最终没有过线。是的，裁判也是在那个开球线附近观察了一下，最后确定了开球失机。严金博上场判断了一下，这个局面不太便于他进攻，所以说选择了自己冲开。其实这三球过线特别微妙，三球刺过线或者进特别微妙，因为你比这个小多的力度就能保两颗球过线，基本上就最底下那底角两颗吃脚上去，只要这两颗不相撞啊，有可能会撞出一个球过不了线，有可能会撞完之后仍然是过线，不相撞大部分情况下不会相撞就会过线。严建博开球，如果你中袋能进一颗呢，刚好不是对，
所以你想小力开吗？那就请你保进。嗯，这一杆严建博啊，明显力量加了很多啊。这样的话，开完球有球下啊。不过目前球台上的这两组颜色球有分布情况，我们在屏幕右边的话有一个单色的一号球与另外一个花色球所制约，然后我们在屏幕左边啊这边固上有一个十五号与二号也是互相有一些小麻烦，看一下严建博怎么样来处理，是不是打十号球去 K 啊，是的，不过 K 完之后还是效果不明朗。14号球底带。三传，15，传13，传14，或者是扫窟边传14。嗯，哎。这个难度非常大哈，不好打，很难。虽然说十四号在带口，但是中间的两个球距离太远。目前留给刘洋的这个局面的话，一号球左边中带感觉应该是被八号球和十一有一些小的，十一好像是挡他了，对，有一些小的制约啊，应该是不太够下。所以说要找机会去处理一下。是，看看现在会不会打二号的时候要多往上推一点，然后留下一个白球打六号球中带，顺势向下去清 K 十一的一个打法。嗯，这角度感觉稍微有点大，可不可以叫三？有可能。有可能要吃一库 K 了，哎，他选择交三去 K， 用七来，用七来最后做保险过渡，做保险，嗯，这个高杆两库可以发力，哎，中带有下吗？确定要单叫，然后半跳打吗？中带是有下吗？看他是否半跳，还是在看啊，反复在观察，如果是有下的话，应该也是一个保点进球，不会说从正中央去。可是这个方向逆毛啊，而且同时关键你要叫屏幕上方的还有一颗单色球，哦，这么看好像不是太勉强，啊，完全够下，因为我们很难凑到那两个球那里去看，对，稍微远，我们看的也是监视器啊，对，不是一个球台上的一个实际效果。8号球底带，第二局刘洋胜，比分2-0。严建博这位球手的话啊，在往届的这个分站赛上，我当时有在录像里曾经看过那么一两次，感觉他今天确实稍微有些发挥失常啊，不然的话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水准。对，起码是。差也不会差很多啊，跟刘洋简单局面有这个青台的实力的。而且冲球也是很有力啊。八号球进，应该怎么选呢？效果还可以。啊，全色球好像有青台线路。对，目前要是说方便进攻方面呢，有一颗。有一颗单色球是在左边中带是有下，如果可以的话，看一下他怎样来选择。会不会打中带的时候顺势去顶一下？好的，有这个顶到，自然下来从缝隙之间叫到三号。
这一杆在准度上是有要求了，要稍微的仔细一点。这个效果不好，而且现在要去再进攻的话，右边中段的七号应该是没有了，只能去打远台。准度还好啊，没问题，打进自然的两库出来，叫到了六号球底带。这样的话，二号球可以选择打左边的中带。力度，还好。目前的话，二叫一，一叫七，七叫八啊。二叫一的时候，尽量多向上推一点。然后形成一个打一自然推下来弹一库起来叫八叫七的一个效果，打七叫八的时候就更方便了。一叫七啊，可以吃库也可以不吃库，看一下袁建博怎么样去处理。如果有那个条件的话还能 K 十，因为如果是推下来或者横过来啊，打七叫八要么轻推，对，要么放轻，可能有些追求完美的选手还会横拉一库，但是可能性不大，还是轻推比较靠谱。是的，但是这样角度就会稍微的差一点点。在自己的准度范围之内，应该八号没问题。第三局，严建博胜，比分1-2，开局停台。第四局，刘洋开球。两个球过线，一个球进带，没问题。白球啊，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如果在进攻上选择，14号的左边中带是进攻。花色球啊，难点来说，目前暂时没有啊。在打14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的，尽量避开或者轻 K 到花色球，不要太重。对，轻的。这样的话，一对一去单一叫位啊，打11可以横过来，先去叫右边的中带，然后剩下的啊，我们左边中带的15啊打下之后，我们左边12号也是中带够下，还有右边的9号在右下角底带应该也是有下。小刘洋这时候应该求小后把，对，加长啊，延长把。这球如果是我们上一场比赛的个子很高的那一位叫什么啊，叫周俊啊，他应该直接爬上去就不用小号把了，这也跟身高有关。目前为止我记得打过大师赛的选手最高的可能是阿布拉江，你说的好像是对的，1.9米不知道，9.7，对，阿布拉江的身材是很高的，基本上真的除了对角线以外那样的地方之外，应该是用不上夹杆的。不过他在左右手都会，基本上不后撕，没有夹杆。是的，
这样的话就进入了正常一个清台节奏啊。九号球底带。九号打完正常可以就叫到十号球底带啊。利用十号再调一下十二号左边中带，这样的话十二号中带可以扒右边中带，可以完成清台。啊，这杆球叫的这么很流畅啊！啊，那是花色球。是的。八号球中带。第四局刘洋胜，比分3-1，他就清台。还以颜色。大型文化旅游景园，全功能国际会展中心，休闲度假胜地，中信国安第一城。就像弯曲手指一样，你只是手指根部弯曲，它会够得比较远。如果是这几个关节各弯曲一点，就像这个弯不下去腰的人一样，是吧？就不太够得着。不太够得着的情况下，可能也正因如此吧，有的时候会特意练练另外一只手。另外有一种方法，原来我好像在解说里说过，就是像刚才小刘洋这样的球，他拿了加长板，然后正常一趴呢，手架还是很长，这时候你可以拿架杆把手架再踢一下，对，把这个胳膊延长一点，这样能让手架距离不变，而且是用舒服的姿势来打，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只不过很多人不太习惯那个动作啊，他觉得好像是个假肢。是的，绝大部分的就是说球手啊，或者说基本上所有人啊，差不多这个意思，都是把球杆架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去打，才有一个非常好球的，就绝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感觉这个杆在手上摩擦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杆在手上摩擦的时候才会能够感觉到这杆的速度呢？对。啊，可能因为我老戴手套打球，我觉得这方面的概念已经很淡了。有的选手确实是就宁可老擦杆，他也不会去戴个手套，这个还是个人习惯。四号球底带啊，白球自然的吃两库三库啊，力量还是感觉本意可能是想叫七号啊，还是要打七，还是打三号呢？看一下，这位置稍显尴尬。打七的话，白球有可能控制起来，跑的速度比较快，一定要下一些杆法。目标又打薄了啊！这样的话，严建博这一杆是有机会去扳回一分，看一下怎么样来处理。是中途选择啊，一杆防守，或者是用一杆帮对方的带口七号进，顺便做一杆斯诺克这样的打法呢，还是怎样？我来看一下。10秒。5-10。严建博刚才也是有在瞄啊，用一颗花色球啊，将七号传下，然后白球去放的一个位置。看一下中带是不是有挡住三号球？应该是挡住了，起码是下球点。这么看好像是边都打不着，要稍微扎一下。还是有抱带啊，中带三号球底带啊，一个扎杆。三号球中带。
抬高杆尾，稍微用一些扎杆右塞。因为这个球握住的位置不是特别多啊，所以说一扎过去之后，马上咱们就打得非常厚。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如果挡上了啊，能跳则跳，起码是直线打。扎杆对，需要你对台泥特别的熟知。对。就即便有扫啊，也不好交位。嗯，他本意因为这边还有一个边库的15，所以说他想尽量走的直一点。打完之后，这个带口顺势还要打左边的15，把这两颗边库的难度球先打掉，然后再用9啊10上去过渡。哎，只能是勉强的这样来留啊。哎呀，这杆的话不够扫，不应该啊。还是小扎来扫的，但是还是不够。是的，这样的话，刘洋这一杆啊，看一下用3叫8，是叫一个稍微有一点角度的底带，还是第一杆拉回来叫中带？8/9底带。叫底带。嗯，准度还是很准啊。第5局，刘洋胜，比分4-1。第6局，刘洋开球。嗯，刘洋这杆冲球啊，效果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个目前进攻定色的话，选择哪一颗球？要求中带，看一下准度，打薄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就把单色球拱手相让到了严博手里，看一下严建博能不能抓住这杆机会。中带目前这个位置啊，一号球尽量不要先去打，因为你打进的话肯定要把对方的两颗花色球 K 开。选择了轻打啊。那两颗花色球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当然已经打走了就没关系了，刚才是两颗花色球有传进啊。5/9中带。那目前这样的话应该是贴上了。看一下这杆中带，好球。这样的话应该会用3号球打底带，然后白球两库或者是一库这样的去 K。 好的啊，一库 K 到了啊，效果也是不错。这样的话7号2号6号8号啊，这样一个次序应该是可以清台。看看右手怎么样。还是左手啊，还是够不着，但是这个位置很尴尬啊，要用架杆了。其实对自己的架杆信心不是很大，架到这个位置比刚才稍微远了一点，并没有往回走一点，是往前走了，角度大了一点，控制力度啊，就可以。
九中带。第六局严建博胜，比分2-4。第七局严建博开球。我们可以仔细来观察一下严建博的冲球啊，力量很足，而且效果还是不错的。白球啊，白球所处的位置啊，如果来进攻的话，选择啊单色球啊，中带和底带应该都有打。花色球的话，10号中带啊，左上角的话是11号底带，单色球的话应该有个1传7，这样一个情况。嗯，看一下严建博如何来处理。两个花色确实还都不错，就是3和13这个底，不是13，9啊，因为有8的一定程度的包围，还是有点需要注意。是的。10秒，单叫，那单叫了一杆13号底带，这样的话要找机会先把9号球处理掉，因为9号球现在近带的6个带口选择还是比较少。嗯 ，K 了一杆，效果很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屏幕啊，白球右边的应该12号。10号有没有左上或右中的单下呢？有的话，起码右中是可以有。左上右中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嗯，从目前的与对方的一颗单色球互相的一个制约关系，右边中带、左边左上角底带应该都是有下的。12号球底带。比较薄啊，看一下，力度要控制好。嗯，太薄了。太薄。还是一直在计算线路上去多想了一些，所以说这个还是同样道理，精力分散。按理说这个球，这种薄球不是说特别难，因为离带口比较近，目标球也不是特别远。而且这种顺塞击球啊，其实对目标球的行进线还是有些辅助的球。不是，我想说的不是辅助，是。它摩擦很明显，这种顺塞，所以除了这个加塞偏移的让点之外，你还要让回来一些摩擦。嗯，他可能想的是我就往左让，但是没有让回来这一下。是的。这样的话，刘洋啊，用了一杆防守，7号球把他带口的11号球撞倒，但是这个时候的话，有可能严建博应该会直接先打11底带了。然后高杆如果允许的话，是可以顺势啊，走一个10号位。嗯，他并没有这样选择，还是说只是单纯的把11号放到了带口。意图呢，肯定是想挡住2号球左上角的底带，不过2号球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开阔的，可以叫。中带啊，或者是我们左边的中带啊，右边中带啊，包括啊，甚至于打完之后7号打进之后7号那个底带都是可以叫，所以说这杆实际上来说意义不是特别大，主要它这杆的一个关键点还是在它右下角的12号挡住了6号，嗯，这个难度。这是要打自己的球。用白球撞进对方的球，是的，这杆应该是这个意图。由一个反正四也挡着你，二也挡着你。8号，哦，这个球感觉8号要把他的11号球撞进的感觉。要双下，双下就不要了，单下就可以了。嗯，严建博也是过去瞄了一下位置。
看一下这杆是直接过去叫一个十一号左边底带的位置还是怎么样。嗯，是的，十一叫十如果能叫的比较合适啊，对，就是它现在球杆放的那个位置一条线上啊。这样的话打完十一啊，十号再打右边中杆，白球尽量不要靠库。嗯，发力啊，很大力的一个四蹬，向右边走了一点点。嗯，这个位置是嗯不是很理想。嗯，白球如果说会 K 到，关键是白球啊，如果会 K 到对方的单色球的时候，左位上就会出现问题。那选择拉好像也没有好位置，可以。轻 K 还是够，轻 K 停到那里啊，不要强求了，拼一个反角，然后再叫一个八号球差不多的一个位置。但是他这根球是加了力度，把对方的球往库边上 K。如果纯为了走位的话，这球应该再小很多力量啊。是。当然了，如果这一杆球现在的位置低杆右塞还能上去，那另说哦，他下的是反塞哦。应该会跑多库啊，啊，还是有塞两库啊，力量看一下，还行，感觉二号应该是没有坐住啊，没有，这一杆准度非常好，嗯，他打的这杆球这个位置啊，网上有一个视频是杜威尔。打一杆球，我忘了是不是四叫五了啊？低杆在胖库之后，奔着现在画面左上角那个袋口附近，画出来两个弧线的，吃库之前是弧线，吃库之后还是弧线，非常强的一个低杆。七盘而不是五比二，这盘很关键，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关键点。是的，作为实力比较强的一方，如果被追还是被追平啊？心态容易有点起伏，而且还是时机。而且关键点是炸的效果确实不错啊，并且严建博有机会可能会完成青台，这样的话打好的话，上半场就是应该是四比四平了。还是中间这个一号啊，到底是怎么个有下法的，要看一看。那二号尽量放轻啊。那是九号球啊，不好意思，那中间那个地方是花色球的。对，中间是八号的右边是一个九号球，对，一在下边。是的。这样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严建博这杆啊，剩下的球台上的五颗单色球啊，有机会的话一一去叫啊。八号球最后这个袋口一定要去选择的非常清楚啊，因为我们八号球屏幕左边的中袋不太确认是不是够下，应该有被十一号都挡住了，这样的话八号球应该是会叫我们屏幕左上方底袋，甚至于说有可能是七号球底带屏幕右边的中带啊，这个位置我们现在互相关系不是很清楚啊，感觉上八号右边中带像够啊，感觉上九号应该是没有挡住，看一下，还好，去纠正了一下啊。这样的话，三号这个球力量不要太重，小低杆一点。哎，好的，
四加八这一杆要稍微细致一点哦，中段感觉像是够下啊，用杆瞄了一下，但这杆球还也在瞄底带这个位置啊，同时看一下它怎么样去叫，如果高杆走两库的话应该就是中带了，也够低杆向后拉的话就是底带了，一个进球容易，一个交位容易。嗯，还是在反复瞄，感觉上要叫底带啊。小心犯规啊！中低杆发力啊，不要太低。八九底带。看一下这杆黑八的一个准度啊，如果打进的话，应该就是4-4结束了上半场。准的。18局杨建博胜，比分4-4。嗯，后来者居上啊，刘洋现在有一点小牙火，休息一会儿。这个也就是在大力冲上的一个弊端了，因为首先先后自由球非常爆的一个力，白球就是会失控。嗯，失控呢，同时你它的不可判断性就出现了，有可能吊带呀、被斯诺克呀、停到库边啊等等。在这个方面啊，就是大力冲第一颗的正面跳两下落下来，好像在国内我记得刘海涛、杨帆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的。对于开球其实要求也是比较高啊。嗯，首先白球的杆发点，然后其次是第一个球的中心的目标球的落点，一定要打得非常准。一号中带，高中带，嗯，还好啊，力度将将够，这样的话有机会去打四号球左边中带下来，看一下去处理6和2啊，这两个球一定要先解决。K 走了一杆14号，把本来底带的6号 K 到了中带。这一杆争取一定要先去叫2号。争取打7，尽量先去叫2，然后用2叫6上来的话，叫最后一颗单车球，然后8号球刚好就是左边的一个中带。本意有可能是觉得能避开啊，直接一库弹过来还是打同一个带。现在这个样子。倒是好解，关键是由于对方球也基本都在那边，是的，严解带防还有个带口球啊，严解带防就不太好说了。哎，防住了那个带口球，还真的算相对来说留了不太好的机会，虽然说6号的右上方吧，这颗还是好打。另外如果对方去打11的话，也不容易给刘洋留下什么好机会。10号球底带。哦。啊，看样子先打一杆组合球。既然有机会，先解决难度啊。对。先用14去传10号球。还叫到14。这杆应该会打左边的中带了。啊，左边中带这一颗应该是13号。然后打完13，再打边库上的9号。哦。打9的同时啊，再去叫右边的15，这样。哎，对对对，这样的话，95再过来，然后顺势的14、12、11向上，
最后用十一号打完之后去叫八号球左轮动带，嗯，一个次序。看他这根中带推的也不够讲究啊，你力度要不然再轻一点，要不然再大一点，就是不要在这个位置的话，你说轻推的话白球还是会留在护边，发力的话还有点不太保下，只能留出一个自然角度了。嗯，所以他刚才特意过来看了一下，这个再轻推的话推到五吗？嗯，是的，效果可以，可以先把中带打掉，哎，然后用十号去角十一，因为你用十四条十二中带的话，角度调的比较尴尬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这个十四，哎，调成这样子角度，对，嗯，调成一个打进，然后再打十四，自然推一库起去叫十一的角度是最合适的。是的。哦。这也是个人习惯。像目前这种球啊，你要如果高杆向上去顶六的话，你就要去稍微发点力了。对，要顶开。然后啊，十一号打进来白球，尽量不要靠库边，多弹出来一点。八号球中弹。第九局，严建博胜，比分5-4。直局，快速模式，快速模式。快速模式对这两位球手来说应该都不是问题啊，两位球手的一个击球速度啊，包括节奏了，都是非常快啊。这样的话，急，开球时机，又时机啊，今天啊，哦，裁判有在提醒刘洋了，如果第三次再有时机的话，将会主动判负一局。嗯，说明刚才某一次开球可能没有时机，是我看错了。是的，当时也没有听到裁判报，但是累计两次了已经。对，累计两次裁判会提醒。裁判了，累计两次之后，裁判提醒啊，如果再有第三次失机啊，刘洋本场比赛将会主动被判负一局。也类似于斯诺克中的单局中的露出红球，你三次没有打到，本局算输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包括九球的连续三次犯规嘛，两次犯规的时候都要提醒。嗯，是的。这样的话，严建博啊，这一杆还是有机会去完成清台。十一号九中弹。目前啊，场上的局面啊，花色球单个啊，看颜色来清台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说黑八啊，黑八在叫某一个近带的时候，目前左下跟右下底带都是分别被挡住。有机会的话，还是要用其他的花色球在中途去把八号球两边的单色球去处理一下，尽量让出一些带口。嗯，把黑球两侧的红球清理掉。哎，如果不清理，那么最后就一定要留下来我们右下角的十二号，去打完十二叫黑八左侧的带口，左侧中带或者左侧上方的底带。好像不太会这样。嗯，我们来看一下啊，严建博如何来处理。一种打法啊，提前帮助黑八清理两边的进球线了；另外一种打法，最后留下十二，然后打进去叫黑八我们右边的中带啊，左边啊，左边的中带。白球不要掉带，犯规。看表情应该是掉了，没做机会。自由球，看一下还是不是按我四号。哎呀，这真是，怎么说呢？体育竞技吧，有的时候高手过招，就差这一点。或者是打篮球的人以前经常有句话开玩笑嘛，就是球是圆的，十秒，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如果这一杆其实啊不进的话，应该就会差不多按那个线路去走。哎，但这盘球不一定哦，刘洋这杆防守在自己这么多球的情况下只防成这样，我觉得不能算是非常好，虽然是挡上了。看一下严建博的解球，凡是能够给对方下球线路的都很危险，也许大力出奇迹呢，对吧？哎，这样的话二号到带口可以用边库三号球去传一下二号，这样的话边库三号球也是解决。二号球地带传厚一点，轻轻的停到带口，对，然后再用三打完之后白球向八号和六号附近去轻 K， 不要太重。哎啊，直接两库去叫六，力量还是说有点偏大。刚才我说为什么要轻 K 呢 ？K 到六 ，K 到八，其实打七都是没问题的，而且还是轻 K。这也是人与人思路啊，在场上的临场是不一样的。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擅长的东西。对。当然了，这些特点其实都属于弱点，没有擅长的时候才更好。比如说我既不擅长左手也不擅长右手，那意思就是两只手都会打的意思嘛。嗯、对于这个前两天咱们说过奥沙利文，有点谦虚的有点稍微过了。我说奥沙利文啊，我那个我是带引号的，不是我自己。哦，八号球地带，刘洋要扳回一分啊，这一杆严建博的中带吊带非常可惜，刘洋胜，比分5-5、不然的话有可能就会是6-4啊。对，在刚才咱们提到高手过招啊，差一点点就可能会分出胜负。是的，里外里是两分。哎，这让我想起了应该是2004年吧，雅典奥运会男子体操单杠的决赛。俄罗斯选手涅莫夫做出了一套非常精彩的动作。嗯，当时全场观众，包括我自己在电视机前都觉得很激动。嗯，他是连续6个腾空的动作，下来一圈上去又腾空一个动作，下来一圈上去又腾空一个动作，中间不间歇的。然后当时裁判给了一个分数，让现场的观众不满意，9.8，我忘了。第十一局，严建博这个事情一直闹了20分钟，比赛不能继续进行。嗯，后来呢，裁判改了分数，要不然真的是进行不下去了。改了分数之后，最后一个我记得是美国选手，但我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嗯，完成了一套也是高质量的动作。嗯，获得了冠军，但是就差一点点。其实涅莫夫在落地的时候，如果站稳了，他就会有这0.1分。啊，可是动了一点，稍微动了，这0.1分一没有，他就是亚军。哦，与冠军失之交臂。对，但是他这套动作真的如果成功的话，会成为经典。即便他没成功，也已经是。很漂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索一下。哦、从来看难度系数相当高啊！看这么多年奥运会，没有见过这种的。好的啊，我们再次回到比赛中，目前场上是刘洋在击球，选择了。哎呦，这是大意吧？这个十号球啊，感觉上是有点，就是。莫名其妙，这种失误在刘洋身上看到的话，很少见啊。对，这个怎么能发生呢？我个人感觉啊，这一杆为什么是失误呢？还是说精力还是有分散的？白球应该多数看的是白球将对方的单侧球向库边去 K 的一个过程，而在进球点方面看的不是特别的专注。嗯，所以出现了一个进球上的问题，觉得自己很有把握的。对，然后我只需要去关注我怎么样把你七号球往库边上去 K， 啊，想的这方面比较多。嗯，效果还是可以。看一下严建博会不会同样的也是打五号，然后用一些小低杆将对手的花侧球啊，带口的花侧球撞进。
啊，是这样的。不用太厚，它稍薄一点。哎，这杆球为什么不用一些小低杆去打？还是说，个人判断上出现一些小问题？嗯，打的确实看得不够仔细吧。刘洋失而复得的机会。嗯，这样的话，刘洋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了，因为场上的局面确实非常好。这样的话，15啊打进，可以去叫10号。或者是两库过来啊，叫右左边的一个中带都是可以。嗯，九叫啊，最后一颗花色球。尽量叫完之后，白球稍微向屏幕的下方多走一点，对，然后形成一个自然打完花色球之后，白球向上啊顶库跑的一个线。这边库直接横弹啊，八号球底带，第11局刘洋胜，比分6-5，第12局刘洋开球。扫库即使是撞进也留下了当时带口附近的一颗球。嗯，是的，这杆刘洋从球哎过来帮助一下啊，三号有打啊，九号也是有打，单双色都是可以去选，但是目前啊在七号后面应该是有一颗花色球是没有进攻线路，还有就是边库上还有一个十号球，在进攻上也是比较难，应该刘洋会选择单色球。角度如果可以啊，打三啊，稍微向屏幕的右下方去侧蹬一下，另外的一颗花色球，带开之后就可以打七号球了。就角度啊，角度，感觉上是有一些啊。嗯。有一些中低杆稍微要发力了，这个球不要太温柔，因为要把那个对方球去 K 开嘛。感觉低杆还是不够低啊，先碰到了，先碰到七了、嗯、低杆应该是再低一点，或者柔一点，或者有点小左塞，都能让这个初始分离更靠后一点，可以躲开七号。嗯，这样的话打七就要求进了，而不能说去叫一个好位。我们屏幕中央靠左边一点的五号球在左下方底带，不知道有没有被十四号所阻挡，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目前这一颗六号球的一个底带。嗯嗯，出现了一个准度上的问题。差不少啊。嗯，这样的话袁建博还是有机会上场啊，现在是6-5，这杆把握住机会，争取用边库的12号击打的时候将10号球带开或者打进啊，有机会去清台这一杆还是。嗯，10秒，11啊，完，继续去击打13，灯一库起来，13号，用13如果可以的话，争取先去叫10和12的那个位置球。嗯，看一下力度，刚刚好过来，还有点角度，好像是 K 的话，应该是要发力去蹬了。哎，横过来 ，K 到一半了，一半稍少。嗯，漂亮啊，位置。这一杆打得非常坚决。是的。
这样的话一定要在最后两个球的时候啊，互相的一个位置啊，叫的单下九号好像是下啊，他有再瞄了一杆，啊，是不是？刚才有去那边轻轻的啊瞄了一下，来了，九号感觉应该是单下，嗯，九号九底单。这样的话，九号打进自然弹以后起来，就会叫到十五号底带。十五叫八啊，看一下，是直拉还是稍微带一些边库去叫八号？不管怎么说，都是宁大勿小啊。哎，中带，我叫的是，中带应该是没有啊。我这杆球没有看太明白啊。按道理说，其实如果说直接向后拉叫八号球，我们屏幕右边的这个中带还是很理想的。而且八号球在这个位置啊，即便挺薄的，这八号球都好进。是的，现在只有拼一杆准度了，看一下怎么样。但是哦，没问题啊。第十二局，闫建博胜，比分6-6。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之定用台，全国2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者。第十三局，杨建博开球。尤其是追到3-4的时候，其实从心理上，杨建博已经是缓过来了。对，而且下半场一上来，马上5-4。6-4那一杆，如果是中带不掉带白球，6-4感觉上后面就不太一样。但是5-5，然后6-6，这杆本来冲得相当好啊，白球打得非常正，后退一些之后呢，有一个停的趋势，但是撞了一下，效果还是可以。看一下严建博啊，在看白球如果叫到边库的位置的时候，打黄一啊。我们屏幕左下方底带是不是有下？这杆力度要放轻，如果叫黄一的话，不要太重。嗯，还可以啊，感觉上应该是有下，应该还会加一个低杆向后啊拉回来。左右手啊？哦，这个右手只是一个防守，轻轻一碰。只是临时一用啊，看上去还是晃晃悠悠的。对对，这个球确实是挡住部分还是比较多，进球线路如果强进的话只能扫库进了，但是对下面进攻其实也是本来有难度啊，不要强攻了。刘洋好像要将花色球去挡住带口，哦，左下好像左下或者两个洞，右下感觉是不是有一颗够下呢？这边是左下应该小挡够下啊，感觉是应该够下。但是啊，屏幕我们刚才屏幕我们右下方的三号球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在交位上，所以说单色球进攻上难度还是不小的。哎，出杆自己也感觉要不进啊，后手一直在那里小拐了一下。这杆球很关键啊，谁赢的话谁先到赛点。可以先把我们右边的十号打进，对。不要着急，先去处理左边的十二号。打进十，自然弹一库起来啊，用十二自然再弹一库起来去往上打。对，把这个球不要用太高的杆去推啊，争取用中杆。自然推一库弹起，好的。底杆向后拉一点点，
这样应该是刘洋先到赛点7-6。同时下一盘应该也是刘洋的控球局啊。第14局，刘洋开球。刘洋也是应该看了一下那边积分牌。啊，发力。哎，好的，没问题啊。这样的话，白球所处的位置目前来说，进攻上还是比较有利的。单色球的话，2号球啊，打完一之后，左下方应该是有下。花色球的话，我们在屏幕的左边中袋靠下有一个花色球在库边，啊，这是分别的两组球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至于我们屏幕左上的带角的两颗单色球，是打6的时候，现在啊就可以去顶一下。只要不贴得太靠库就可以了。还行，这段运气还是可以，因为刚好7号在中外那里可以去衔接。这样的话，打完七啊，5-4-3向下。2号球，如果我们屏幕左下方现在是够单下的话，那是最好的。这个貌似没有了，不知道导播能不能给一个2号球，现在我们屏幕左下方的这样一个袋口的够近的角度。啊，这边没有的啊，左下啊，另外一方1号那边的袋口。也是没有，应该也是没有的，那么用3啊去叫1，然后再用1去叫2，这杆要稍微叫的仔细一点，因为打完2号球之后，白球要向屏幕上方去叫8号，并没有在球台的下半台。可以，非常漂亮。不好吗？怎么感觉好像不满意？这杆球可以用低杆或者高杆啊，甚至于说低杆去控制啊。他确实有不满意的理由。这个地方吧，不是一个高杆，有中带，有啊碰库边啊，有可能有吊带嫌疑，但是没有问题啊。不是吊带了，就是说还要掌握力度，不是个特别舒服的位置。啊，恭喜刘洋啊，8-6战胜了严建博，严建博也是虽败犹荣啊，1-4的情况下，4-4，现在追到6-7，对，然后我们在5:10这一场，我们安排的是郁英奇对阵张玉龙，啊，张玉龙啊，我知道这位是一个台湾的一位选手，99世界冠军了，好的，过一会儿。